过去两年，大家都辛苦了，对抗病毒，克服困难，努力让生活维持平衡。过程中，我们清楚知道，我们是朋友，也是队友。台湾への第二弾となります。We Taiwanese thank you for your great help。我们互信、互动、互爱与互助。台湾所呈现的实力，感动了全世界。世界会记住2021的日本和台湾。也希望这个特展能够唤起我们台日民众相互扶持的感动回忆。台湾的皆さん、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。台日友好。我的家人都是在宫城县，台湾人都加油加油，我们。本当に台湾に呼んでもらって、いろいろな場所で展示でき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台湾です。我们更相信只能透过荧幕的相聚即将结束，我们一定可以恢复过往的时光，一起生活，一起欢乐，还可以一起打球。2022，就让我们继续加油，继续互相扶持。Japan and Taiwan are always teammates.